你正在直播？有吗？有，开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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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今天有特别请 BM 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样好。就我们家小怪兽啊，其实有三只，那这个是恶魔，那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尖点，其实它这三只都有不同的擅长的地方。那它像这个尖点的话，其实是刺激女性的 A 点，那 A 点其实是大家比如说最常听到就是 G 点嘛，那 A 点其实是比较深入一点，它可能是在你的子宫的那个子宫的口的地方。所以那是比较难去刺激到的地方，所以你用恶魔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刺激到很里面，对，很里面的点。那像这个棒棒糖，对，哥斯拉的话，你可以看它这个背鳍。那背鳍的话，其实它这样就等于说，比如说这样放进去的时候，那其实刺激的是脊椎。那其实大部分女生她知道上面不是有。它这边的话是因为它在震动的时候，它如果你今天要刺激外部，像我的 C 点的地方的话，其实就是选择我们的鲸鱼博士。那它这边它在震动的时候，它这边会拍打，我们在拍打的时候，其实都可以刺激外部的，你说内外部，对，内外部都可以刺激。跟朋友就是秀一下，可以看一下它的震度，可以看来。有人说可以试用吗？可以试用吗？现在塞给你们看吗？塞在这里啊，胸口，塞在胸口，嘴巴里，塞给他看。而且我们家小怪兽啊，其实它除了就是这种最基本的三级震动，就是我就按它八段不同的模式之外，我还可以做手机的控制。示范看，它每一只都可以用手机。对，每一只都可以，而且它连线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把它，你先把你手机的蓝牙打开。比如说，我先看一下我手机的蓝牙。蓝牙开的时候，我小怪兽开机，这边马上就连到，就是它是非常的智慧，不用说特别，我们跳到去设定的一个很多只的话，一次就一只，所以我们附近可能找太多的一些干扰。对，那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选择自己玩。那这时候，希望你帮我滑滑看荧幕。对，我的是新版的，看你滑滑看。对啊，你看它这样滑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小怪物，它自己会跳，对，就比较有说的。对，那个八项全能的，其实就是教你怎么去玩它，这样。对，它有，它可以戳那种荧幕，然后或者是这样滑，然后也还可以抚摸，轻轻抚摸荧幕，就很特别。那我好像还有，它有两只手指头，其实还有三只手指头跟五只手指头，还有这样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样子，对。不同的滑法，就是教你不同的手指啊，梦幻手指的概念。对，你可以除了教你怎么成为金手指。对，那其实它除了就是，譬如说像这种，荧幕上操控之外啊，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直接远端操控。我这边按一下我这个一个家，然后异地玩。譬如说你男朋友如果在高雄好了，那自己在家可能有点寂寞的时候，但是又希望男朋友可以。操控自己，那这时候因为我点下去，它就有出现 Line 啊或 WeChat 或 WhatsApp 还有 Message 的选项。
那我譬如说随便选一个 LINE 好了，然后我现在都在我的好友名单里面，譬如说我就传送给你男朋友，对，然后这时候他会送个链接，对，那我这样随便传就好了。你看我朋友，他就会立刻收到这个讯息，那我譬如说你收到我的这个讯息之后呢，你就点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马上操控我的小怪兽。在滑的时候 超有情绪，对，就等于男朋友在高雄啊或在台北这样子滑，马上就有感觉了。而且不是还有一个是那个，就是看人家怎么高潮的那个频率。对对对，他这边啊，我们可以到这边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很多频率，你可以看到其实线上跟你一起正在玩小怪兽的人有多少人，然后你还可以去玩他的频率，比如说自己玩，可能有时候好像觉得那个手法可能稍微深色一点，对，看别人的频率，别人就看别人开始耍的时候的，你就怎么舒服，对。这样子不能玩，就他等于说他来操控，你用他的模式，然后这时候小怪兽就会体验别人的小游戏，没错没错，看别人怎么高，这有很多种，可以就是选很多种用，是是是，而且你那种你存的是怎么存？你就是玩完之后你就可以选择存，然后它就会上传，那上传之后它是随机的，你的频率有可能出现在这边，可以上传，对，这。不知道这是谁的嘛？就你对，不知道，因为你小 S 的，小 S 的。你进来的时候登录可以定义，你可以说你是性感尤物，有没有？对。然后大家就会看到说，哎，这个你是性感尤物的频率，这样就可以去玩别的频率。有人在问说，手上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对，就是小怪兽啊，它是就是那种金鱼，就是金鱼，但有很多还有小鸡，小鸡就比较可爱一点。对啊，可是小鸡比较轻，比较稍微适合初学者。我们体型是比较那个，很够力的。对，单靠比耶。真的，而且它尾巴还可以拍打，我觉得超酷。内外不同。然后这粉红色的话就是头啦这边的，然后这个是 A 点 G 点这边的，这边哥斯拉的背鳍，就是类似露珠那种概念。嗯，超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形容的非常好。好色哦，这好，那这个的话是 Cistop 啊，然后就因为在台中有一个相信幸福的诊所，那其实我们有一些两性的问题，其实 Cistop 有出了一本，相信幸福有出一本书，那他是会去教导你，比如说两性之间、夫妻之间可能有些性方面的问题，然后你可以去透过这本书，然后可以看到，可以给你一些正确的方向，一些观念。对对对，就导正我们在两性之间的一些观念，然后教导你一些让你能够两性之间更愉悦的方式，对，如何高潮，没错。然后我们还联名出了这一款 Cistop 和相信幸福出了这一款细油的润滑液，但它的成分非常的单纯，它就是其实它里面就两个成分而已，它是使用那种化妆品等级的原，你可以感觉它非常的油，对，而且它滋润度非常的够。一般润滑液不是都黏黏的，对，你有觉得它黏吗？是蛮丝滑的，是油，对，就是油的感觉，就还可以保养下面，没错，就对，可以可以，其实它真的是可以，因为它的成分非常的顶级，你就其实有比如说冬天很干，擦擦手肘啊，或者擦擦手这样子，多重用途，真的，买了它还送个可爱的纸胶带，又可以爽又可以保养，而且它在那个包装设计上也非常可爱，是一次两个吗？对，一次两个。看看他，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圣诞老人，他的比较可爱一点，然后还有雪人这边，这包装还蛮特别，也还蛮，你看雪人看得到吗？他要搞完，看得到吗？有，还有这个老人没穿衣服，对，好可爱，特别。那为什么润滑一般润滑有不多年的？那就是因为成分有差，成分相对上干。其实它，你就觉得其实它有点就吸收进去，而且你才一点点，因为普通的像如果水性润滑液虽然说不黏，但是你可能使用量要多一点，因为它很快就被吸收了，然后它就不滑了。但是细油的话，它相对持久度会比较高，对，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保养，这可以一起保养。要在哪里买啊？在今天在数位区，对，台中太平这边。到他这边超大的中沙
要不要找？中山路四段226-4号。OK， 这样我们数位。有人在问说这个绿色红色盒子是什么？就这个它的盒子啊，它一次是就两个，要方便携带，知道吗？野外也可以用啊，小小瓶放在包包，随时保养，还可以当护手霜，全身都可以擦，因为它真的没有不会黏啊，就是油嘛，对，婴儿油嘛，是，它就它不会像其他的那种油摸起来这么的黏腻的感觉，对，但是它的持久度却很够，嗯，可能就是一开始用就可以用到很久啦，后面都很滑亮，不怕干，定时卡卡，真的。那跟大家讲一下数位聚会在哪里，哦，好不好？这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还是你店里大厅？可以啊，这边有看到，请大家一定要来买。这边是太平区中山路四段26-2号，活动到2月25。好，活动到2月25。活动到225，2月25，就是在那个情人节之前，你们可以买给女朋友用，女生也可以自己买来玩。像我就自己用，男朋友就自己买来玩，自己爽这样子。OK。好，然后最后跟粉丝朋友很久没有直播了，要跟他们对啊。跟大家说个拜吧。没有啦，拜拜，我好久没直播，很紧张，不会紧张，直播不会。Hello，